今日是1月23日，咁依家时间咧大约系下昼3:00，咁呢度有一个东方日报咧，东方日报证明今日是1月23日。好，唔该街坊。好啦，欢迎收睇我哋嘅天骏良心团队 YouTube 嘅频道。咁我系 David 黎少聪。过去嗰几年咧，我都同大家咧录咗炮制咗好多嘅通告啦。好多嘅單張，咁入面咧好多字，好長好沉，咁居民都話：哇，冇咁多時間咧去睇咁多嘢。咁我哋諗啦，可唔可以將媒體咧引入去屋苑嘅管理？咁大家開心 share， 有時間嘅咪睇下咯，嚇冇時間嘅咪得閒先睇下咯。嗱，咁今日咧係第一集，咁第一集咧會講啲乜嘢咧？嗱，大家睇睇我身後邊嘅建築物，就係 ICAC 廉政公署嘅北角總部。系啦，咁呢一个系第一集，系讲啲咩嘅咧？咁麻烦呢位街坊啊，睇睇我哋个单张啦。就系咧，我哋主动啊，前往呢个廉政公署北角总部咧，就协助调查嘅。咁个背景咧，之前都同大家讲过噶啦，咁都讲清楚一下啦。嗱，就系现任嘅业委会主席咧，李国成先生喺 RN008 嘅业委会信件咧，好清楚咁样讲咗一句：保安公司收嘅钱。究竟去咗邊個嘅口袋呢？雖然喺信件中佢係講 X 先生，但已經清楚講咗銀湖天風啦，5年業委會主席啦，咁即係好明顯咧，講緊嗰個係我黎少聰啦，即係呢個唔係對號入座，呢個係好明顯嘅。咁為表我嘅清白，亦都係同地鐵講，喂，我係簽咗一個利益申報表，我係冇呃港鐵嘅咧，我就主動嚟。接受呢個調查，咁依家3點鐘啦，我哋都喺度等緊李國成主席。嗱，我哋睇翻呢個信件啦。嗱，好清楚咁樣邀請我哋嘅業委會主席，今日1月23日下晝2:30咧，係呢個到呢個廉政公署嘅北角總部咧，就係接受調查啦，同埋亦都可以邀請埋佢哋嘅追隨者、佢哋嘅街坊一齊可以講講大家關注嘅天津嘅事務，例如係加管理費啦、重新招標啦。一啲譬如係公眾地方執收咧，係無所不談嘅。咁我哋都期待咧，亦都期望咧，李國成主席咧可以盡快嚟，即係去證明到，喂，究竟我係有乜嘢做得唔啱嘅？希望可以停止呢一個爭拗，唔好話咩良心團隊啊，又支持呢個啊，支持嗰、那個，仲要係用公帑。我希望咧，大家咧可以做實事。咁我哋會繼續喺度等李國成主席。咁與此同時咧。我哋都準備咗一罐咖啡，即係廉署最出名係咩啊？咖啡。咁我哋就會喺度咧飲住咖啡咧等佢嚟。我哋開咖啡先。呢個係乜乜咖啡？唔好賣廣告啦。嗱，冇熱咖啡啊，就係飲凍咖啡。好啦，大家飲杯飲咖啡。嗱，廉署嘅咖啡咧。我就暫時未飲過啦，咁但係我都係好樂意咧接受即係有關當局嘅調查。好，暫時咧就喺度等住一陣先，咁稍後咧會再同大家匯報嘅，唔該曬。